大家好。嗱，呢条片咧，我想讲一讲咧，又或者采访下我隔篱嗰个咧，即系男女大不同啊。如果大家有睇一啲大陆嘅节目咧，就一定系唔陌生嘅孙怡同埋董子健。咁啊，董子健啊更加唔陌生啦。佢系等阵先，嗱呢两个名字我听都未听过。死啊你！嗱，孙怡就一个好靓嘅大陆嘅美少女啦。嗱，咁我抄张相出嚟啦。抄张相出嚟嘅同时咧，咁我就同大家简约咁样去讲一讲啦，系咪？咁董子健咧系边个个仔咧？佢系黄金花个仔。黄金花系边个个经理人呢？黄金花系陈道明嘅经理人。陈道明你知道听过啦啩？我有啲印象啦。陈道明系国宝级中国大陆一线嘅演员，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嘅刘德华，未必啦，系咁嘅level 啦。华谊兄弟听过啦啩？有印象啊。Number One 嘅经纪人公司啦，叫做咩？偶像造星工厂啊！咁黄金花呢、這、一个即系呢一个事男事主嘅阿妈咧，佢一声令下咧系叫走咗一半嘅星，咁佢咁大嘅娱乐圈嘅影响力 ，TVB 真系，我谂佢劲过骆小姐加呢、這、一个陈淑贞咯，即系讲紧好射住阿欣怡啊嗰、那个，咁啊嗱，点解佢会发生這件事呢单嘢咧？咁大家咧都觉得佢哋两个系痴男怨女啊，金童玉女啊咁。在埋咗一齐几年，突然间毫无预警底下咧，突然间讲分手，仲要佢两个有一个女有一个小朋友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觉得啊，系唔系咧个女嘅，又或者个男嘅偷食咧？原来唔系、哦，咁原来系个女嘅咧，从来都觉得呢个男嘅俾佢嘅爱咧，唔系佢想要嘅爱，而个男嘅咧就觉得。我俾咗咁多嘢你，我对你咁好，点解你都睇唔到我嘅好？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即系 tricky 嘅位啦。咁大家如果有睇呢一个恋爱 station 咧，就知道啦，系嘛？有好多时我觉得我对你好，但系其实咧你系完全 get 唔到嘅。而家咧最流行嘅一个大陆嘅恋爱真人 show 咧，最出名咧就系有一句对话啦。个女仔问个男仔，佢话你有冇同谂过同我有将来？个男嘅竟然答咩？佢话我同你系唔需要建立喺一张纸上面。哇！呢啲系扑街嘅答案嚟嘅，自私冷潇洒。咁喂，大佬系嘛？嗱，另外如果大家有睇另外一个真人 show 明星嗰个啦，阿黄子文啦，一开头佢同个 ABC 咧好热爱嗰阵，哇！因为黄子文本身是单亲妈妈啦，咁佢有个仔仔啦，咁当然就唔知边个系老豆啦。咁当佢讲咗俾呢一个男仔听，佢有一个仔仔嘅时候，呢、這、一个 A B C 又高大又靓仔又大只，佢话 I want to give you a hug， 佢叫个女仔起身，佢要揽一揽佢，佢要话俾佢听我好 care 你，我系好关心你，我想俾 support 你。点不知咧后屘咧，即系当然啦，又系真人 show 过咗一段时间咧，个男仔竟然话。个女仔咧就话嗱，我而家煮饭俾你食。个男嘅竟然话吓，你煮饭俾我食，嗰啲饭我同你都大家都会食噶，点解你要咁讲咧？我好大压力、啊，喂，压乜 Q 嘢力啊？即系所以咧，如果你爱同唔爱咧，真系争好 Q 远。好明显嘅个男仔系一个好唔成熟啊，或者好花靓仔啦。呢啲咁嘅说话讲得出，真系。大家如果有睇呢一个恋爱 station 咧，就知道我讲边个阿 Stan 啦，系咪？喂，原来咧人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系真嘅。无论你个性格几好几 caring 啦，你样衰咧就系一个原罪。咁如果大家有睇咧，就知道咧 Kylie 咧系讲即系大波啦，即系大波瑜伽啊，朱导又最中意嗰个大波妹啦。喂，我真系唔明啊！你识咗嗰条仔两日。系嘛？人哋对你有少少释出善意，就成个身挨落去，仲要着住嗰件咁嘅帽带、紧身露波罅嘅背心。喂，唔系我 old school 啊，唔系我保守啊，而系喂你首先呢啲真人 show 当然啦，佢有剧本啦，但系你都唔系咁样去挨落条仔度噶嘛。嗱，我系有洁癖嘅。如果大家嚟识朋友嘅话，嗰条女咁样去挨条仔，条仔又瘦又唔避开，又好似系啊，哇，真系水乳交融咁样。我是不会再掂嗰条仔咯，即系你唔好谂住同我有啲咩发展咯，好 dirty 喎。喂，大家要谂下啦，系嘛？即系当然啦，而家收官啦，恋爱 station 播完啦，竟然话哇好不点解会咁样？点解会咁样？所有嘢都系按套路、按剧本走。嗰条女咁大个波，只眼又大，咁中意挨身挨细，喺现实生活中佢会冇仔 ，SP 都有唔少啦。咁啊系啊，喂，你平时你个人系咩性格？你啲肢体啊，你啲。平时嗰啲动态啊，都系唔会遮遮掩掩得太多嘅。
咁啊，嗱，讲到呢度咧，咁我啊访问下你啦。咁你最近咧话吓有个朋友仔咁啊，哇，专揾翻以前嗰啲旧日相识喎。咁男仔喺呢个 moment， 如果我系佢女朋友嘅话，有冇得掹咧？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哦，即系你讲多少少啦，个前设就系可能有一对男女咁啊拍多几年拖，突然之间可能大家觉得关系冷淡啦，咁啊各自修行嗰啲啊嘛。咁样咧，嗱，同你讲啊，一个男仔。如果冇可能結咗婚未啊？咁其實男人嚟講咧，好多時候都一定會留好多牌喺自己手上嘅。但係咧，喺香港呢個咁樣嘅都市咧，我發現咧好多人都係好喜歡就儲住以前啲舊女朋友啊，或者曾經有個關係或者有機會發展關係嘅異性咧，就咁啊，可能得閒間唔中問啊問候下，慰問兩句啊，即係好似阿朱師奶都有間唔中俾啲啊幾年冇見嘅男仔朋友問點啊凍唔凍啊？今日食咗啲乜嘢啊？嗱，有疑问，有疑问。男人喂，尤其我啦，我都几似男人嘅性格。喂，新鲜感唔系更加重要咩？新鲜感都要食到先得噶。我系同你讲啊，我有钱去食酒楼，去食酒店，我就唔会去大排档食啦。唔通即系贪佢冇冷气，镬气够咩？根本上啊，你有冇能力去外求先？冇嘅，咪揾翻以前旧友。緣分到嗰啲揸喺手度咯，個個都係咁樣噶啦。喂，我唔通同你做普通朋友，間唔中又冇見，突然間天氣凍，哇！今日凍唔凍啊？哇！我上次同你食飯可能兩年前噶咯喎，或者上次同你收你信息都係一年前噶咯喎，或者間唔中先收你一個半個都冇理過你嘅。喂，男人永遠都係咁樣噶啦，我怕咩啫？總之我有你 contact， 間唔中 send 一兩個信息俾你，理你又理，唔理又唔理。根本上咧，我就係抱住一個咧啊哈跳嘅心態，話唔定。你话你结咗婚啊？啊咩太咩太，或者咩人话唔定突然之间，可能你老公偷食，你发现咗，或者你同你老公啊关系淡咗，喺你啊百无聊赖嘅时候，突然之间我咁啱我 send 我信息问你冻唔冻啊？天气转冻咯，记得着衫啊，可能就中咗你噶咯。不嬲你高傲高贵啊，洁身自爱嗰一刻，可能你会对我打开你嘅肉腿大门，任我出入噶咯。男人就系永远都系保留住呢一颗赤子之心去面对所有女仔嘅，就唔系话同你讲话我同你咩个 friend 啊，做个朋友啊。喂，屌三唔识七，我揾都唔揾你吹水啦，一年都见唔到两次。嗱，终于知道咧，朱队友咧嘅会考成绩点解咁低分啦，就系因为佢答嘢咧离题啊。我问嘅问题系，如果个男仔对个另一半失望啦，又或者佢系有呢一个离心啦，咁女仔可唔可能我做啲什么，又或者我，或者其实。即系活到这一把岁数咧，话咩改变自己其实都几啊辛苦啊！你相仲要系相处咗以年单位嚟计嘅日子，大家都知道大家咩料啦。如果要刻意去改变，系嘛？喂，明明平时都系 carefree 嘅，话要改变成另外一个人，你点样睇？我都系唔顺眼嘅。无论系我着制服又好，着护士装又好，又或者吓我呢一个去学男打，日日煮九大鬼俾你，你都系唔满意嘅。咁究竟有啲咩先可以系唔系真系可以扭转六人起死回生咧？梗系冇得扭转啦！当新鲜感已过，热情冷却了，咁啊，当所有嘢咧就叫做情人眼里识西出西施，咁个光芒已经。洗盡圓滑冇曬啦！你啊真係唔好諗住可以話哇，可以燈膽屋企盞燈膽燒咗換個新嘅燈膽又再發光發熱，唔會噶嘥氣啦！我只可以奉勸一句就係、是，如果大家都覺得同另一半相處好辛苦啊，或者好唔想再繼續咧，真係斷啦！無論幾多年都好，我以前僆仔啲嗰陣時候，成日出嚟蒲碌緊啲 friend， 所以成日拍拖死都唔肯分手，但係咧就係咁話另一半點唔好，我咪同佢講咯，我話。你依家你愿唔愿意俾五年时间咧？嗱，大家廿几岁或者廿岁出头，你愿唔愿意付出五年时间，俾机会去希望去期待去或者会成长成为你想要嗰、那个，定系你直接出去揾一个 ready 好晒，你好满意嘅成为你嘅另一半？我谂十个啊，有十个都答我，梗系即刻走出去揾个 ready 好噶啦，做咩会留喺度对住你啫？我都唔欣赏你，同埋你都唔系嗰个人。咁啊系嗱，我唔知道大家身边咧有冇朋友离婚啦、啊，唔知系疫情关系啊，定系在家工作矛盾升级嘅关系啦、啊。朱师奶就识得有好几 pair 咧，都真系离婚。我又真系唔相信咧离婚呢啲嘢咧会传染啦、啊。咁好似我见到啊边个离婚，哇，原来佢离婚之后嘅生活都唔系咁差啫、啊，好似仲更加好、啊，又好似识咗一个更加好嘅另外一半、啊。咁好似哇，我又嚟啦，咁喂。
即係好似唔係好大件事咁，但係其實呢啲係冇認真去考慮過會有啲咩結果啊，定係低估咗佢個影響力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劉濤係咪一個中國大陸好紅嘅女藝人啦，佢就嫁咗俾黃安啦。黄窝就京城四少其中之一啦，一开头系有钱啦，后屘结咗婚大概一年定几个月就好快破产啦，炒窿股定唔知套现不成咁啊，哇！成间公司啊执笠咁滞，争咗好多钱。刘涛咧嫁俾佢嗰阵咧就风风光光，最后来咧要出嚟咧一年唔拍几部戏，好快咧就还咗几亿。几亿啊，大佬！咁啊，当然啦，做大陆明星仲要当红一线咧，几亿几亿啊，绝对系等闲事。大家唔好唔记得郑爽拍一套戏啊，个收费啊，即系个人工啊，系2.3亿。咁啊，你谂下啦，即系赚几亿，绝对系等闲事。咁佢讲过一句，我记得佢话，无论点样咧，就算个男人去偷食叫鸡包二奶，又或者佢而家真系做咗啦，个老公系失败啦、破产啦，佢都唔会放弃佢老公嘅。就系睇下你对婚姻呢样嘢系点睇。即是他的见解就是说，我选了你就是你，无论你变成怎样，我都一定会在你隔离。喂，那这个完全又是一个婚姻 的解读咯。那当然啦，好像我刚刚开头所说的孙怡董子健，他觉得喂大佬是吧，好像、最出名的那个 Lisa Lu 和贾乃亮是吧，一个呢就说啊，我老婆呢去整緊头啊，原来另外一个呢 at the same time 呢被记者影咗同第二条仔喺开緊房爆緊房嘅。咁啊真係千古罪人啦。咁但係几年后佢而家出嚟讲返，佢就係话佢俾我嘅爱情都唔係我要嘅爱情。条仔口里面所讲嘅就係、是、我使咗我成副身家去买礼物俾你，银行得返个100蚊，食饭都唔够钱。我知道你鍾意打耳窿，我隻耳仔打咗7-8个一排耳骨耳窿。我都是想去迎合你的喜好，但是條女最尾佢话你连我喜不喜欢玫瑰花你都不知道，我不喜欢一些咁媚俗咁媚俗的花，我不喜欢花你都不知道。喂，咁都是好大出入，你以为你竭尽全力去爱我，但原来我当你呢啲系乜 Q 都唔系。所以就真系唔同人有唔同嘅价值观嘅，即系好似你话喂，我无论你点变都好，我都一定会喺你身边不离不弃。呢样嘢就系每个人眼中所讲嘅值得或者坚持啦。喂，好似阿田瑞妮所讲啦，有啲人成日问佢我诶，点解你咁都唔离开杜汶泽嘅？喂，贪佢矮啊，贪佢样衰定系贪佢大肚腩啊？贪佢口贱定系贪佢咸湿啊？喂，我点都唔相信佢冇搞过嗰啲女啦。阿田瑞妮都讲过噶，佢真系当场喺结咗婚之后捉到杜汶泽出轨唔止一次啦。即係好似許志安咁，點解唔走咧？係嘛？點解喂鄭秀文唔好話同我講話咩非許志安不可啦？鄭秀文都已經唔需要再出嚟開演唱會啦，賺到盆滿缽滿啦。點解佢哋不離不棄咧？即係莫非嚇、啊、真係咁好咩？個另一半？哇！呢、這個都係七不思議嘅其中一樣嘢嚟喎。田瑞妮點解唔離開杜汶澤啊？我都真係諗嘅諗。佢講過嘅，我睇過佢啲訪問咧，佢講過一句，佢話大家淨係睇到佢呢一個錯，大家係睇唔到佢生活裏面對我嘅好，同埋佢對呢、這、一個、婚姻嘅付出。喂，咁有咩付出啊？我住你搞女人，哇！我成日都換畫。可能我成日出去搞女人，搞到三更半夜都唔翻屋企，翻嚟可能又饮咗啤啤夫咁，付出咩金钱啊？如果净系酷金钱嘅，咁麻烦你讲得清清楚楚，系咪先？你唔好讲到佢好似哇百般好啊，千般美，但系你又捉奸在床咁，喂大佬好冲突喎成件事。喂，但系其实咧几廿岁人咧，喺一个关系咧，又好似佢哋咁样冇小朋友嘅关系里边。嗰、那、一個心靈伴侶，又或者生活上嘅 partner 咧，已經係根深蒂固習慣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即係好多我身邊哇對另外一半咧好不滿啊，但係又唔離婚喎，點解咧？因為佢唔習慣冇咗另外一半咯。喂 ，even 我同你冇計傾係嘛，但係大家出去食飯，你有你睇電話，我有我打機，都係一個一齊。喂，這個習慣係真係 KO 好多人噶，有好多好多嘅關係唔離婚，就係、是、靠呢兩個字喺度維繫。同埋有好多人啦，尤其是香港人啦，嗰、那個社交圈子好細啦，亦都習慣咗自己咁封閉自己嘅社交圈子，個舒適圈好細啦，又唔敢行出去啦。所以久而久之咧，即係你話結咗婚之後呢啲咁扭曲咗嘅思想啊，或者另一半唔好都願意留低啊，因為習慣。咁啊，呢啲又要再追溯翻佢咧，呢啲人咧就通常都只會係揾自己身邊朋友圍內嘅人去拍拖咯。喂，咁係咁㗎啦，咁你不嬲你都縮窄個洞口咁細，唔好話你單身嗰陣時啦，
咁遑論你結咗婚咪更加細，根本上你淨係見到佢，即係大家淨係見到對方咁，冇計冇選擇。你知唔知啊？做人啊，無論男男女女都好啊，有好多時候咩叫精忠啊？精忠唔係話你冇選擇嘅時候去話自己有幾純潔有幾高尚，而係你願意為咗另一半去放棄你幾多選擇，呢啲先叫做你去欣賞同埋值得你去堅持同埋期望嘅一個結果嘛。但有啲人就係、是、啊，我都屙屎完都懶到唔肯揾屎啊，除咗褲都唔肯著翻啊，因為懶或者驚啊。咁啊，你喺我身邊，你同我陪得我多啊嘛，脆脆地啊，繼續啦咁樣嗰啲，咁啊就另一樣嘢嚟嘅。嗱，阿朱队友咧最近咧又日日做 gym 操翻大只啦，系咪？咁啊，有佢嘅同事咧有风声咧就话阿朱队友咧放假嘅时候咧就吓翻去工作嘅地方揾一个叫做嗰度嘅花啦，即系以前读书啊班花校花，佢哋嗰度咧就叫做。嗰啲叫咩？工作花嗰度嘅最靓嗰个啦，就话哇揾佢食饭喎 ，well 嗱，佢啱讲啊嘛，佢话，哎你揾翻以前嗰啲啊，真系冇景啦。咁如果佢揾到新嘅，系咪好有景咧？所以啱啱咪话啦，嗱咩叫值得欣赏嘅地方呢，就系、是、如果你知道另一半系可以有好多选择嘅时候，而为咗你去放弃所有嘅选择，定系留喺你身边的话咧，呢个系绝对值得欣赏嘅。即系你可以话我曲线赞自己又好，咩都好啦。咁啊，阿朱师兄所讲嘅咧，就系朱导有可能工作上边嗰个圈子入边嘅一个女神级嘅人物啦。咁啊，大家都无图无真相。但系我呢啲又冇图啊，点影啫？嗱，我不嬲都同嗰个咁嘅女神咧就好有距离感嘅，因为真系喂，大家咧读书嗰阵都知啦，你最中意嗰个人咧系唔会夹硬同佢讲嘢噶嘛？系唔系可以延续到几十岁啊，大佬？咁不如大家就容许我将我呢份收劫嘅爱情搭入棺材啦。你既然咁样乜我嘅话，我都冇嘢好讲啊。好啦，我哋大家留名组团去兰桂坊系嘛？哇，去认识一下啲新嘅挚友啦。咁我今晚早啲瞓，自己闩埋个棺材盖啊，早唞啦，大家。